Amy 啊，我跟你讲，我的哈尼哦，前一天带我去吃波士顿龙虾呢，啊，你的哈尼敢有？哼 ，Cindy， 这你就唔知啊哦。问到即马很少吃海鲜啊啦，全球海洋污染很严重哦，还搁食会落去哦？什么海洋污染啊？你伫讲啥？阮台湾海唔是足清气的吗 ？No， 真正是哦，啥物都唔知呀哦。那呢哦，就好来教教你啦。你敢知呀？即马海洋污染有啊严重，即马工厂拢将废水哦排到河川里啦。唔干那呢鸟，居民哦也会将厨余哦。蛋甲水沟内底啦，安尼哦，废水食到鱼的腹肚内底哦，最后嘛是拢回到阮的腹肚啦。真正是哦，这么恐怖，那安尼我以后袂食海鲜啊啦。啊，不过你即马无食，以后嘛无机会通食啦。即马的渔业过度捕捞，这些鱼种拢要绝种啊啦。那呢，我后一个礼拜海岛之旅，你看袂到真侪鱼种啊啦。对啊，去海边啊耍的时阵嘛要注意，别去卡。也是抓取任何海洋生物，也要记得把自己的粪扫带走哦。好了，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吧。阿咪老师 ，music。台湾的海洋，大家一起 help。有四个重点，你一定要做到。你家的垃圾不往海里倒，少吃点海鲜就少点捕捞。全家来进餐也是非常好，抓大鱼就好，小的要放电。台湾的海洋，一起保护好。Thank you.